是我，福晋，你把孩子交给我，我要亲手处理了才能放心。是。 从此刻起，你就当从来没进过王爷府。是，快走吧。是是。王爷本来不打算留活口的，可是。 实在狠不下这个心，撇开满汉之分，主仆之分，咱们俩一个是孩子的外婆，一个是孩子的奶奶，她是咱们的亲骨肉，所以我决定把她救下来，交给你，福晋。 恩大德，我们祖孙二人相隔多红了。我不要你感激我，我要你当面发下重誓，说你将带着孩子，远远的离开，从此忘掉北京的一切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我可以指点你一条路，你儿子。 被分派到新疆天山脚下一个叫克拉村的地方，去开采煤矿。你带着孩子去寻他吧。这包银子是我给你在路上的盘缠。克拉村，你说亚蒙在克拉村？是的。怎么去？ 你自己去打听吧。这个，你收下。咱们主仆一场，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。我别无所求，只求你们祖孙三人一旦团聚了，便在他乡落地生根，永远不要再回来找雪珂。你能答应吗？ 我周氏愿对天起誓，我带着这孩子离开北京，有生之年绝不踏进北京城门一步。若为此事，叫我客死异乡，死无葬身之所，永世不得超生。 你们自求多福吧。 亲手办的，亲眼监督，给埋了。福晋。 吃这么一点啊，胃口不开呀、啊！来，多吃一点才好啊。娘，好想我那孩子，这样牵肠挂肚的，就是把御用的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来。
我也实不知为师难下咽。告诉我，他好不好？都快满月了，是谁在照顾着？一落地就离开了我，他怎么办呢？有没有帮他找个奶妈？你忘了自个儿答应的事儿了？我没忘，我知道我必须同孩子做个了断，但是，难道我问一下也不行吗？孩子不是已经任凭爹娘处置了吗？那好歹告诉我他好不好？是不是要把他送人，还是另做安排呢？我只想要一句话，讨个心安罢。娘，您就可怜可怜我，透露一点行吗？奴才求求福晋，您就告诉格格吧。这一个月下来，可从没见过格格消瘦得这么快过。好，如果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也不瞒你，那孩子已经死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出事第二天就死了。我昨天的孩子原来都是活不成。不，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。孩子，哥哥，他生下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哭声那么嘹亮，怎么会第二天就死了？他在哪？他在哪？让我去，让我去。他真的已经死了，埋在地底下。如果你一定要看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他的坟。不，听我说，我是产婆，第二天慌张来求见我，说那孩子不保了。我亲自随他回家，亲眼见那孩子咽了气。娘不会骗你，始终不敢告诉你，是想着你身子正虚弱，怕经不住这个打击。娘，原来就是个与你无缘的孩子，痛苦我们这一场，就彻底给忘了吧。和田玉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、啊、这回孟府倒真算是孝敬了我一样好东西啊。雪珂，你瞧着可喜欢呢？这观音像的确是雕得很好。好，下个月初就是你的大喜之日，在你的嫁妆里面就再贴上这一座玉观音吧。嗯，谢谢爹。爹，女儿有个请求。什么事啊？我想去进香拜佛，请爹允许我出府。就准了吧，在府里闷了快一年，也真难为他了。好，那你就去吧。走了都快一年了，辗转听说你娘也早把房子卖了，离开了北京，而咱们的孩子
却连眼睛都来不及睁开，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只剩下了我，如此孤单，如此无奈地熬着。因为我深深记着你的一句话，不论要付多少代价，我必须活着等你。所以从下个月起，我也要开始付另一种代价。
少爷，请您先帕子吧。哦。一件事。什么？这是我娘为我准备的，里面是一块白喜带，和床铺上的一模一样。不过，我这块喜带是已经落了红的。我可以遵照我娘的指示，悄悄地把他们调换，你一点也不会知道。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做，因为我不想欺骗你。我更不能对另外一个人不忠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不忠？什么另一个人？谁呀？谁呀？